出门旅游的人都喜欢逛逛当地的夜市。每当华灯初上，在莫高窟、鸣沙山游玩了一天的旅客，都要挤到敦煌沙洲夜市来宵夜淘宝。在旅游旺季，这种火爆场景往往要持续到次日凌晨三四点钟。 夜市上的游客们格外青睐和敦煌壁画有关的旅游纪念品。小吴的摊位上卖的最好的就是画着飞天的桃熏。为了吸引顾客，他也学会了吹熏，尽管吹得很不专业，但那似乎来自遥远时代的声音。 还是引起了游客的注意。熏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距今已有7000多年的历史。敦煌附近的玉门火烧沟就曾出土过大量新石器时代的陶熏。 莫高窟唐代220窟经变乐队中也有乐器吹熏的鲜活场面。这是莫高窟壁画上4500多件古代乐器中唯一的陶形熏。这枚独一无二的陶熏究竟是中原传来的，还是敦煌的泥土烧制的？现在已无从考证。 有几十个品种，凡是这个精品洞窟里头的，我们都可以尝试。时至今日，敦煌确有烧制陶熏的民间艺人。这个做熏啊，主要就是选择土。敦煌这个到处都有这个土，但是土有的土能做，有的土不能做。我们选择的土就是那个发洪水以后沉淀的那个密度比较大的。 含沙量比较少的那种土。前些日子，敦煌刚发过大洪水，鲁勤学就带着他的徒弟出去找土。两人沿着河床找了很久都没有收获，不是板结层太薄，就是含沙量太大。前阵儿这取的这么厚的都有。 现在这个地方变了，都找不到了，好像。就在他们放弃找土、准备回城的时候，意外的在一座古代烽燧下发现了最理想的板结土。20年前，鲁勤学就是看到220窟壁画上的陶熏，受了启发，才开始学着做熏。他想用敦煌的土。 乐器大多由木材和金属制成，唯独熏是以泥土为生。吸收了土的灵性，经过了火的炼制，熏的音色厚重悠远，像是穿越了千年岁月。
要去北京郊区大兴找一位制作古琴的大师。可是那我们就还是要用红木，对不对？用红木来做，它影响好，你给它看仔细。庄壮请张以秋仿制的是一把早已失传的中阮，它的外形像四个花瓣，庄壮称它为莲花琴。这种形状的阮，任何史料上都没有发现过，只在莫高窟217窟壁画上出现过。敦煌壁画上的乐器基本上都是以写实的手法描绘的，和现实中的乐器没有两样。这样说来，莲花琴一定在唐代某个时期某个地域出现过，但后来失传了。然而仅凭一张图片要想复原一件古乐器，并确保每根弦、每个品、每个音的准确，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现在就是要把这些这个棱角啊，或者这个弯度啊，再精细的再给它磨光，就美观好看了嘛，是不是？这个材料还是很好的。上面大一点，下面小一点，四个花瓣，很轻松。庄壮第一次走进莫高窟是33年前，当时他还是甘肃省歌舞团的副团长、作曲家。一进洞窟，他就被满壁的音乐画面打动了。那一件件的这个奇妙的乐器，和一幅幅这个乐舞场面，真的把我打动的这个心上了。一看我就没回去啊。不久，另一个艺术的朝圣者也来到了莫高窟。原本来旅游的安徽师范大学艺术系教师郑宇中，也是一进洞窟就再也不想回去了。大概3年，我们又离开了敦煌那个资料室，我太有兴趣，就是说，我甚至从早上起来，我到下午，我不知道时间。后来，他们都离开了各自的工作单位，调入敦煌研究院，专门从事敦煌乐器的研究工作。郑汝中到莫高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492个洞窟进行逐一排查。从那个北区的那位一号，就是你们看那17号洞那个，从那个开始一直往下查，我查一次3个月，我一共看了3遍，一共有4549件乐器。这4500多件乐器都是从北梁到元代10个朝代先后流行过的，囊括了打击乐、吹奏乐、弹拨乐和弦乐四大门类，既有中原传统的，又有西方舶来的，也有敦煌本土的，堪称一座画在墙壁上的古代乐器陈列馆。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留下连续千年的乐器图形和乐器形象的地方了。虽然中国音乐历史悠久，但实物资料相对匮乏，留存在壁画上的这些音乐画卷成为弥足珍贵的图像资料。我整个了20年的工作，就是列了两个表，统计表，一个就叫乐器统计表，一个叫乐季统计表。我觉得这两个表格虽然是很简单，没几十个字，但是它花费了我20年。
敦煌佛国世界的乐器，甚至不需要人演奏，就能发出天籁之音。这幅壁画最为奇特，36件乐器悬空排列，像是一支无人指挥的空中乐队，不苟自明。敦煌壁画上的不苟自明乐器多达1300多件，每一件都既有像飞天那样的飘带，象征极乐世界随处飘荡着妙音。不苟自明的天乐在天上就发出音乐的响声了，不用人弹奏。现在我们也不用看人弹奏了，放一个这个录音下来的话，那音乐都听到了。这在音乐思想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一种很大胆突破性的一种遐想，现在都把它实现了。天宫祭乐像这个那个人造卫星上的还不是有东方红吗？1970年春天，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它通过20兆赫短波发射系统反复向地面播送东方红乐曲的前八小节。巧合的是，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地点就在与敦煌同一片区域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千年之后，古代画工的音乐梦想在同一地点变成了现实。1992年，庄壮和郑汝中成功研究仿制出65件敦煌古乐器。中国艺术研究院对这批仿制乐器做了频谱测量报告，认为这批乐器的造型、音准、音色等技术指标都符合中国民族乐器的制作要求，既有研究价值，又可用于实际演奏。紧接着，第二批100多件敦煌古乐器又仿制出来了，他们应邀赴日本展览演出，引起不小的轰动。就在他们打算做更大规模的仿制时，这个项目却因为经费问题意外搁浅了。搞了200多件了，原来在壁画上，现在锁到库房里边了，因为呢，没人演奏，没人来掏钱嘛，把这个搬到舞台上去。两位老人均已年届八旬，敦煌古乐器的研究和仿制至今无人接班，偶尔有单位或个人收藏，才制作为数不多的几件。敦煌古乐器造型独特，工序复杂，需精雕细刻、金漆彩绘，都是手工制作。它的独一无二决定了无法批量生产，很多乐器厂都不愿意承接。这是仿制敦煌古乐器最大的难处，没有一定的财力支撑，很难进行下去。一个月后，张以秋仿制的莲花琴成型了，失传千年的敦煌古琴再次发声了。
庄壮和郑汝中费尽心血仿制的敦煌古乐器，在他的家乡敦煌却无人出钱收藏。最后，北京电力公司旗下的炎黄国乐团慷慨解囊，收藏了50多件。他们组织了一个敦煌古乐队。2011年，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民族新年音乐会上一亮相，就震撼观众。当然那天是4000观众啊，都围过来看呢、啊，那是真是国宝啊。那么这样的国宝，我们不去挖掘，它不去展现，我们对不起我们的民族啊。所以说，它是最集中的文化交触点呢，它反映的东西最民族、最有文化特色、最有古韵的，所以我们对它进行了一定性的挖掘，并把它变成实物，拿到舞台上演奏。每次看到自己仿制的古乐器，庄壮都格外兴奋，他对每件乐器的来历如数家珍。是隋代琵琶，隋代的这个五弦葫芦琴，反弹琵琶的那个仿造出来的，这是咱们一个反弹琵琶，不是们这么拿着演奏着了吗？我就按那个造型啊，按把它复制出来了，方向也是咱们。传统的固有的一种演乐器，最早出现在北周。最奇特的就是这面12音雷公鼓手可以转着圆圈打，比现在的架子鼓更为震撼。这件乐器啊，相当于当时的霹雳鼓，震撼人心。那绝对是国家一流的，甚至我们世界上不可比拟的，这是需要时间，需要去磨，真正做一台，完整的体现敦煌乐器、敦煌音乐的专题晚会，这个我想一定能实现。哎呀，这个是我在天天都在梦，天天在做梦。这个天天在想，很难行，根本问题就是一个精神问题。复活消失千年的敦煌古乐，让天国里的袅袅梵音重回人间，是许多艺术家的梦想。哎，我总是在幻想，应该是一种特别超凡脱俗的一种，绝对是一种仙乐，这种曲子。直到今天我在现实当中是没有听过的，我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作曲家能够把那种感觉能够把这个西方净土世界的这种乐曲也用这种乐队的方式演奏出来，真正演奏出来。音乐家赵继平也有一个敦煌音乐梦，这个梦源于赵家两代人的敦煌情结。1950年，赵继平的父亲赵望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从常书鸿手中接收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随后又将莫高窟重新交给常书鸿。因为在他的案头，我小时候经常在趴在他案头看，就看到大量的飞天呀，还有这个莫高窟的整个那个石窟中间的壁画，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61年后，赵继平率创作组来敦煌创作大型民族交响乐《敦煌音画》，踏着父辈的足迹，赵继平很快就进入了。
创作状态。我当时主要的任务是写飞天了，所以在写作过程中间，我采取的这个结构呢，是一种这个变奏和这种回旋结构。它回旋结构有一个主部和不同的插部，为什么要很多插部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想营造飞天的不同的美丽的姿态。2012年3月，大型民族交响乐《敦煌音画》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部交响乐融合了早已消逝的敦煌古曲、唐朝宫廷音乐，以及风行丝绸之路的西凉乐等音乐元素，其中的许多乐器就是仿制的敦煌古乐器。现在重新的把它复制出来，那你肯定就要让它发声了，然后也要借助作曲家的想象力去进行创作，然后让它展现它的色彩。千年的古乐把人们带回大唐盛世，感受到敦煌音乐的独特魅力，音乐家也完成了一次精神的巡礼和回归。从喇叭裤到露脐衫，从超短裙到透视装，莫高窟究竟蕴藏着多少古代服饰的流行密码？莫高窟，一个凝固的千年 T 台，每一个朝代的流行时尚都在这里轮番上演。千年前的敦煌时装能为现代时装设计提供哪些创作灵感呢？敬请收看《敦煌霁月天》第5集《霓裳羽衣》。